开直播的人，大家可以去追踪他，他会有送货，他好正的，对，大家可以去追踪一下。色情的照片，所以就给禁了，一定是这样。可以理解，让人爱心，谢谢。他掉了。一边玩一边睇，你先一边玩一边睇咩啊？一边玩一边睇嗰啲留言。但我玩嗰陣要用腦噶嘛，咁我個腦又細喎，咁我又冇可能一次過做咗咁多嘢。這個是什麼？怎麼突然間有啲嘢彈出嚟噶？我跌入多心期待。最高の思い出を台湾也有个贝拉吗？啊，真的吗？我是香港的贝拉。哦，欢迎！我不知道，他叫我欢迎，我都欢迎了，耶、yeah ！在大陆做游戏女主播。我好像知道是谁，那个好很喜欢穿背心的，做背心是背心吗？我在我穿背上面普通话。背心，对，就是那个背心。Yes， 我好像知道是谁。啊，好烦啊！我不是废物。でも嬉しかったよ。Hello， 神州人。花びらよ空きれいに咲いてちょっと切なくあ風が時間とともに流れる啊，对，我知道是谁了，我肯定知道了，我有留意过他这个人。对啊，是日文，要蒙他们日文，耶！我からありがとう叫んでたこと知ってたよ。涙をこらえて笑顔、さよなら切ないよね。最高の。又会那个歌词，拜拜哦，好啊，拜拜。然后那个歌词就好简单呢、啊，就怎么说，就是那个歌词背起来就可以。可是我现在跟你对话，我要不断的想那个发音是什么，所以我不是，其实我国语是给那个日文比较好的，对。谢谢。叫んでたこと知ってたよ。さよなら切ないよね。也想看我每天播吗？也想看我每天播吗？那个今晚行动 Kingnet， 是不是想每天都看到我？真的。するよ忘れないでね僕のことをいつまでも二人の記事の中对呀、啊、我在日本的夜里直
过时也唱过这一首。さつないよね。はい。这是我的吗？谢谢谢谢礼物。全世界，谢谢。你不是每天都有空赏吗？我每个礼拜五。你是台湾人吗？不是。哦，我知道。你是？那我每个礼拜五，你星期五，对，星期五的晚上也会直播呢。然后如果你想多看到我的话。的话就可以留意我，我罗家，哎，我要啊，就可以留意我的 Facebook 专业嘛。对，台湾人有来过香港吗？有来过啊，好烦啊，我的朋友都在有来家。是不是真的超级难啊？我就要考虑闭嘴了。那个姿势，只用 YouTube 哦，我 YouTube 没有 channel。后面对啊，就是后面的就是我的队友对。这是我的队友啊 ，Nine 啊，我没有在用 Nine 啊，就是香港都比较偏用那个 WhatsApp 的，还有，对，就是 WhatsApp， 我就多数也是用 WhatsApp。台湾人都用 Nine 吗？对，我就知道，我有看到那个 Nine 的那个贴图。是不是贴图？这全部都超级可爱啊！好烦啊！